不自信怎么玩得好马可？马可机动性这么灵活的射手，如果你实力强一点，甚至可以把他玩成刺客，而且他有真伤，对面坦克都能打，刺客都不一定打得动坦克。如果提起马可，就不得不提起那个咆哮的男人了，因为他开大的时候输出全靠吼，所以就有人称之为咆哮哥。没错，他就是国一马可雨辰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他的马可到底有多自信。